嗨，我是阿狸，好久没吃排骨焖饭啦。今天去菜场有点晚了，只剩下这么一小段肋排，切下来就四根骨头，45块钱一斤，这里是32块钱，虽然贵，但是这块肉还挺好的。配菜我买了胡萝卜、土豆、豌豆和玉米。土豆、胡萝卜切丁，玉米给它剥下来。家里的老抽用完了，忘了买了，所以放点白糖给排骨先炒个糖色。白糖变色开始冒泡了，放排骨进来煸炒，再加两片生姜。排骨可以多炒一会儿，让它的油脂分泌一些出来。之后把生姜捞出来，加入其他的配菜继续翻炒。调味可以放点蚝油、生抽、料酒、盐。为了让颜色更加浓一点，我放了一勺甜面酱。最后加入一小碗清水后，就可以直接倒在洗干净的大米上。可以看一下，水大概刚好没过食材就可以了。按煮饭键，一会儿就能吃啦。怎么样，看着是不是还挺有食欲的呀？今天做的这一锅下面还有锅巴，这个排骨真的好香呀，一口咬下去肉汁鲜嫩，一点也不柴，儿子又吃上头了。